走去加油站。我先看一下地图哈。嗯。河畔镇地图。嗯。这个紫色的应该是加油站啊，那这个有可能是加油站。经过的它也会时不时的，哇，怎么这么多呀？让我他们引走。这个得稍微杀一杀，这附近得稍微清一清。但挺多呀，跟跟过来。你开车把他们引走吧，看他们不跟的那些。就是让他们散布到哪，因为杀不干净嘛，你没他们杀没了，他又再刷，就不如让他们怎么分布着。哎，这不是？这都啥呀？学校是什么？医院或者什么？不知道。那我去另外一个。嗯、我们去另外一个，不是还有一个紫色的吗？哎，这边，嗯，去看看吧。好。我们今天主要目的是去找油吗？嗯、这不是我们来过的地方吗？好像不是。那前面这个什么？哦，是邮局，这是邮局。那加油站是在另一侧的那个小的紫色点吗？嗯，那继续去，再见。嗯，你这个开车快的属性还不错呢。我没有那个开车快的属性。没有吗？嗯。不是开车声音大又快。这是什么呀？底下是什么呀？对，我也感觉像汉堡店一样的。哦，这是不是加油站呢？上面。蓝色的、啊、这对，这也不是什么这好，嗯，不懂哈、啊嗯、那我们清吧，开始我先开始打哈、嗯、从何清起呢？我跟着你吧、嗯、啊，也没有表嗯嗯跟着你，右边的你打右边，你从那么过去的话，这三个全部都去你那。对啊，越来越多了，我引走几个哈。哎，你被咬了吗？没有，我在打他，他在哇哇叫。这还有一只，你去吗？我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表哈。嗯。自从观众朋友说了那个手表是好东西之后，娜娜就疯狂的那个找表啊。啊，就可以让你长经验吗？嗯。我看到这里头是啥？收集燃料啊！这里头是啥？是洗车的地方，可以收集燃料哦。丧尸、哎，没事。我正在，哦，我正在接油哈。嗯。然后把这个放进车里面。嗯。我看看地上有没有车钥匙哈。啊，汽油罐满。书店之类的，我可以再搬一趟。啊，这样的车能装很多。那去找钥匙去。哎，这是警局。哦，警局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吗？嗯。那边有一个丧尸要激活。知道。旁边是没有。没看到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？哎。有钥匙。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。嗯。你激活了丧尸？哦，是他的。Oh my god! It's my luck. 你看他后面能是92，能装是92。哦，那这辆车我们得要啊。
但是问题是怎么要呢？这个丧尸活了，都多久了？看到丧尸还害怕呀？哎，没有电子表，我来跟你一起战斗哈。上面这一群感觉要过来。奶油刀进警局哈，应该有一些什么警棍什么的武器。嗯，你先进去，你先进去。好好好。然后我警棍就进去，你先进去之后别去丧尸附近哈。哦，他在那边关着呢。啊，行，你先转一圈。好。对，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进去。如果哎呀能有钥匙就好了。这些枪我觉得你可以带到身上一些耶。我身上带了一个手枪。哦，那你刚刚怎么关键时刻没用呢？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被丧尸包围了，那个手枪也没用。你可以吓唬他们一下。里面怎么样？啥也没有，那个关键的那个地方打不开。什么警棍什么这些都没有吗？没看到。现在我们回去吧。继续往前开啊！有的丧尸。这是他从哪刷出来的这么多丧尸？可能我们下车之后给杀一杀。哎呀！啊！没专心吧？车撞坏了吧？啊，这个。撞很严重啊。可能不轻，这个。对啊，学修车吧。正面撞上去。学修车吧。啊，赶紧把饮水机放了。你车熄火了吗？嗯。好了，好，又一个早上哈。嗯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去找一个，面包车之类的啊，就找更好的车，能装更多东西的车哈。嗯。这是今天的目标。昨天我们那我们找到更好的车，这个车就不要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先留着，因为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两辆车，一辆是用于搜刮的。怎么了？这啊，农田，我农田我打算放以后放在后面呢。我只是挖一下看看是什么。啊，行，你用手挖的吗？嗯。那你的手有可能会受伤耶。对，所以我只是看看，等一下，我上车给他们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上车等我。哎。每天出门都这么麻烦，哦，有丧尸。哎，所以这个栅栏挺好的。它怎么是红色？什么意思？不知道丧尸变厉害了？还是它什么更新了吗？哦，哎，啊，你被咬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的这个衣服什么的破了一下。哦，以前好像没有这个红绿之分呢，是更新了吗？还是现在丧尸变厉害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表示那个最合适的攻击范围，哦，知道吗？绿色的时候变绿色的时候攻击是最合适的啊！我可能因为我刚刚手上拿着的是枪，可能。哎，好多苍蝇。啊，昨天我们捣毁了，也不是捣毁，就知道加油站在哪了哈。然后今天就是搜刮车。嗯。哎，把这个丧尸干掉之后，嗯，然后进那个下面的那个小棚屋啊，小棚屋。这种地方一般有好东西，扳手什么，你进去开吧。我的毛兽被我扔了啊！没有没有。你现在体质很弱是吗？我一直体质都很弱。门开了，哎，里面好像我看到了发电机。哎呀，应该拿车过来。哎，再拿车过来可拿一趟嘛。这边有好多什么园艺铲、什么锤子这些工具。园艺铲我不是没有吗？钉子啊，对啊，都需要。啊，园艺铲家里有一个，扳手啊，有扳手还有个管。有什么盒装钉子这些？好好好，我拿了。好，啊，这样我可以修车了，好像。是吗？当然，那个技能等级可能还不够，但是可以练修车了。这个发电机怎么办？我们哪天开车过来拿呗。27天呢，我得赶紧放下。这个地图我标记一下哈。嗯。
我这还有一个木雕，你要再找着一个就能修复你的武器了。这是发电机的地方，你要不要写一下发电机什么的？啊，我没事，血掉的不是那么多。我们继续去找车啊。下了雨就这个世界显得格外荒凉哈、啊嗯、哇，这个车直接翻了，还有这样的。它这个游戏虽然就是哎怎么这么黑呀、啊、因为下雨阴天吧、嗯、你还知道家在哪儿吗、啊、这小棚子我们要进去看看吗？啊，进去看有没有十字扳手之类的。我警戒哈。嗯，进来，我进去了。你进去，我就待在外面，因为下面有一些丧尸。手斧，哦，手斧，嗯，那不是我的专用武器吗？我先拿走了哈。啊。哦，雨下的还挺大的。那我们要不要进来躲躲雨、啊？不不不。我们这个今天找车，这个找的不是很好。啊，我摔倒了。你怎么瘸腿啊？摔倒了。然后磕破了。嗯。哦天哪！你走太快，然后我就看不到那个路。行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得瘸着走。是吗？行，那哎，这应该今天应该带车过来。哎，这些丧尸干嘛？对。他们翻不过来吧？这个。哎，我的武器呢？可能我刚才摔倒把武器摔没了。你把警棍给我，要不然。手工矛没了。嗯。现在下面有丧尸。我打哈，我打。带注释的地图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个救护车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药什么的？开不了。后面能开吗？你先给我一把武器吧。啊。打这个毛，我给你毛吧。行。上面有一辆面包车，我上去看看哈。嗯。就我们右上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到我了吗？看到了，能看到吗、嗯？只是没有油而已。这个面包车。我们进这屋找找钥匙。啊，进这屋，你先进。有丧尸。哪儿？在前面床，我从后面进去。好。啊，我进去了哈。嗯，我从前面进去。估计他可能是主人。哎，不对，他脱光了。脱光了就更像主人了。啊，在自己的家哈。嗯、我进去了。哦、他的是房屋钥匙。你进去转一圈。嗯。哪块还有丧尸吗？这有。希望他有钥匙。嗯，你找找吧。女主人后面后脖子插着剪刀，应该挺可怕的哈、也是房屋钥匙。我们仔细搜一搜这个屋子，哪有又有丧尸？外面。我去看看这个信封里面有没有。嗯。也没有。难道会不会在邻居家里面？哎，不知道，不好说。如何分辨野外毒物？好，阅读。这个你也读吧。好。配方学习进度：草药草治疗。哦，这个你得念。嗯。你在哪儿？然后呢？看来这个得还是拉着车找啊。
明天我开车再出，哎，这边也有个停车场，上去了哈。嗯，我慢慢走。哦，这有一个这种车。找找地方。哇，这个它的容量是129。哦，就是我们的车了。酒精棉片。有要车？没有。我再去上，往上面走走看。嗯。哦，上面有一些车哦，四只丧尸，我战斗了哈。嗯。可能因为下雨。我看看我身上有没有钥匙。切肉刀，啊，有切肉刀，你可以拿。我就有两个面包车呢。先把那丧尸杀，嗯，这后面有一组。好，那个交给你了。嗯，你能打吗？能。哎，他过去了，我走得太慢，我追不上。Okay。 哎呀，三只吗？我后面还来了一个。啊，好难推呀，啊！啊，我一只手正在，我另一手装备着那个手电筒，所以我只能用一只手推。刚刚，嗯，啊，有表，那个帮我下身这个爆炸一下。嗯，好，你自己注意。嗯嗯嗯。看看啊。你自己注意丧尸哈。嗯。这没有香水。地上有没有？没看到哦，这个140呢，它的容量，这个能进去吗？进去是吧？嗯。进左边这个屋。嗯。今晚就在这过夜哈。好，有丧尸，我们得关灯躲到里头屋去。是吧？行，不应该开的哈，啊，窗户这么大。对，出去杀了他之后，我们就从左进来了。那有丧尸就会有丧尸。然后关上灯，躲到这个洗手间里吧。嗯，我勉强了一下，我不喜欢黑，所以不关灯的话，在外面也行。我知道这小房间安全，这个屋子我们没有探完嘛，它可能还有丧尸，啊，没听见咣咣响吗？就躲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就休息。哎呦，很多。嗯，哎，我去帮你。啊，好，哎，我头被跑，你在哪？我没有，我在旁边帮你打呢，本来。啊，我先包扎一下自己哈，啊。这两个现在我的毛怎么又被抢走了？那我先往下面，我们来。你先抱着自己，然后现在我可以打。哦，我倒没什么事儿，没被咬啊，嗯哦，我就毛被啊，毛坏了，没有武器了。
往下，往下。你腿还瘸吗？瘸呀、啊。这里面要不要进去搜搜？不不，先找车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会不会搜到钥匙？我说，我们刚刚不就在屋里找到钥匙了吗？行，先把那个丧尸。那我先进去了，我先进这个楼了。就从这个碎玻璃这进了哈。啊，你在里面找哈，我在外面打丧尸哈。嗯。哎，有一把钥匙。哦。奔驰斗牛士钥匙。哦，还真有啊。哦。那有丧尸。没，问题不大吧？那行吧。推倒他好难呀！走。这有枪。我进来了。那个钥匙给我吧，去看。这边好乱呀，我们出去吧。这就要这样铺在地上给你扔。放了，就随便一进去就找到了。我看，哦，是这个车。有。啊，没有油，所以就应该，我觉得应该带油。嗯，带油。我们回去搞油，然后弄用要这个车不行吗？可以。对吧？我们记着点这个位置。哦，后面还有普通轮胎。对吧？我们记着点这个位置。嗯。哦，我怎么又刮伤了？哎，我这一战斗就好惨呀、啊。我进这个旁边超市里面，我喝口水哈。嗯。是不是应该你先进啊？你在这边喝吧，要不然。啊。我现在得减重，我这个超重，那是挪来挪去呢。嗯，我们可以回家拿油。嗯。然后过来拿这个大车。嗯。啊。这样。我们从这穿就能穿过去吧。对对对。嗯、我还瘸着呢。雨停了哈，嗯，哎呦，雨停了之后，这地上还有那个水渍呢，哎，又下雨了，呵呵，所以说这个游戏搞得还挺像模像样的、夏季嘛，那个雨季嘛哈、嗯，电子表拿来，看我为让你升级，我多不容易。你需要回家吗？啊，你需要回家卸东西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个面包车我们也可以进去找钥匙。这个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家附近有丧尸。嗯。你进去搜钥匙吧，这丧尸我干掉。好。你来了一只丧尸，我杀了。进去了，嗯，能开门，我知道、厨房走一圈，那不，里面有丧尸，嗯，你把门打开吧，然后别进去、这个是不是应该可能是在二楼，嗯，行，那你去瞅瞅，对，二楼的门全开着，不对，小心啊，嗯。
房屋钥匙。哦，我又是你，里面我没上楼，我没上楼。哦，这里有布胶带、工具箱、电线、铁锹。好好，我去车库了。嗯。什么十字扳手、锤子、布胶带，这有十字扳手、啊，你不是要十字扳手吗？哦。一袋混凝土。啊，混凝土，如果能找到车辆的话，我们可以。我们一会儿开车回来，顺便拿一下呗。行行行。在房主的尸体上没找到药汁。没有。嗯。哎，后面的。我后院很多丧尸。你还行吗？行。六只，五只，五只。往外走。不用不用。他后面背着一个，这什么铁那种木棒，铁棒头棒。哎呀，走，哎呀，哎呀呀，现在跑。好。然后我得赶紧，你冲。行行，跑跑跑跑，我先自己给一个 OK 棒，不能加跑了哈。丧家之犬。先拿油，我们再去拿车。你得先给我包扎。那我先回家吧，反正。先在这先给我包扎吧。这不是我们的家。没到。哎呦，丧尸有丧尸，丧尸咬你了。哎，他好像身上有好东西。你别动啊，你拿它啊，我给你。啊，我没有布了。我没有布，我身上有。你自己给自己包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！我没有布了。啊。嗯。啊，丧尸，好多呀，好多好多丧尸，好多丧尸。我先往家走了哈，我现在一堆负面效果，我又没力气，又跑不动。不能把他们往家里引。你跳进屋里去，然后绑个绷带，再出来跟他们打呗。你进屋，你这个血一直在掉，你到屋里面去弄一下绷带。你在家里找个绷带，然后出来找我。对，我先把东西卸了，我走不动。你怎么没有暴击呢？找绷带哈。我拿不动。附近找个地方。啊，这里面也有好一堆丧尸。那我出去找你哈。嗯。拿到绷带。还瘸着走路。就剩三只啊！下去啊！快点跑！踩死他！我马上就到了。好了，你给自己包一下。我把他们什么撕了。嗯。我也赶到了。怎么不行啊？好。等一下。好，啊，我
我们走吧，现在可以回家。这个屋子要不要顺便搜一下？里面有丧尸。我把这个车库开一下。行。没什么，有没什么值钱东西？走，这已经出来了。什么撬棒、铁丝这些。我进这个屋里面了。这里好多丧尸，算了吧。两只。楼上还有，我看到楼梯那还有。那行吧，你打吧。这个后窗的话还有，哦，到处都是。嗯。我厨房这只我来打。对呀。你后面去了。看到了。你可以，不行，你可以先跑出来。不能去。我自己抱一下哈。嗯。也给我包扎一下。我好像没有。没有布了，刚才在家就拿了四个，有丧尸有丧尸，先打吧。哎，好多！你正在给我弄什么？嗯。嗯，那我不动了。好，我也吃个东西。这也没什么，我上楼看能不能找床单哈。嗯。哇，我的全身上下全部。我也是。我刚才把东西全都扔到家里地板上了，嗯，就赶紧着急出来嘛。但是我们活过来了，啊，这很不容易啊。然后，我先在家好好养伤。嗯。